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立志在我的世界养一万头猪的小趴。现在的这个单机地图呢，是我在一年前的时候建的，然后呢，已经很久没有建了。里面有一个小房子，然后有一块菜地，还有一个猪圈，这都是我之前搞的。好的，现在我去搞一些萝卜来，因为萝卜可以让那些猪猪做不可描述的事情，而且可以把它们引到猪圈里面去。前面这个小房子呢，就是我之前造的。现在的小趴呢，手里拿着萝卜来找我的小猪猪，现在有两只大的，两只小的，然后让他们做不可描述的事情之后呢，应该就是两只大的，然后三只小的，这样咱们就有五头猪了。从五头猪养到一万头猪，你们觉得可能吗？好，咱们把猪给那啥了之后呢，就来撸一些树，因为我要做那个猪圈，猪圈我要做很多的栅栏和栅栏门。我砍树的时候遇到了一头猪，然后我拿着甜菜根，它居然就跟过来了。原来萝卜可以，甜菜根也可以。之后我就用甜菜根又引来了一头猪，就这样我现在是有七头猪了。关了门之后呢，我就想着我能不能用甜菜根让这些猪猪呢做不可描述的事情。哎，没想到还真的可以哦，已经有好几头猪在做不可描述的事情了。然后这些猪忙完之后呢，我看了一下咱们的猪，从最开始的四头变成了九头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给它造猪圈了。结果造着造着呢，天就黑了呀，这天一黑僵尸就出来了，所以说小趴赶紧就去躲在屋子里面去了。好的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别忘了给小趴点个关注哟，拜拜。